Hello 呢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月宽哥小二星 Knowing Good 的，今天去玩这张 DLC 地图啊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开发了那个冰原了嘛，然后现在拿到了很多血脉啊。那这些血脉全部都集中在这里两个冰箱了。哦、这两个冰箱，这里的血脉是不会腐烂的啦，因为气体跟温度都非常适合，所以这边是永久保鲜的。那就留来当做那个种子啦，因为我们之后会搬到这里用树薯去种哦。不过这边还要处理那个温度的问题啦，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过来啊，今天应该会处理啦。那我们现在要干嘛呢？现在我想先把这个生活区的部分，这边我也把舒适的床研究出来了，对，所以我想把这边改成放在左右两侧，然后中间这边改造成厨房哦，因为我们要盖那个瓦斯炉，盖了瓦斯炉你才可以去煮那个血脉啦。那我的厨房设计之前也有做影片分享过，那这边我就不多讲我怎么设计了，反正就是影片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资讯栏的部分啦。我会参考那个盖法，不过那个盖法会有用到水冷机去降温那个排放食物的地方，可是目前我们是做不到的，所以我是没有打算完全盖完啦，就是先把那个雏形盖出来先啦，至少就是要确定那个什么瓦斯炉的位置，对，至少是要确定瓦斯炉的位置。那这部分应该就拆掉了，我们就把我看看咯，把氧气直接从这边供过去吧。那要优先供这个动力服，现在二号星也没有人了，所以其实管氧气不盖也没差，不过我们就盖一下 OK。 那之后藻类的话，我们上一集全部用完了嘛，那后来我要去再挖了一点啊，还可以再用一阵子啊。这个氧气扩散机，目前氧气扩散机这边拆了这台的话，我们就只剩下一台了耶。那我可能这边做一个出口，让氧气排出来好了。我看看哦，我们要优先供应这边，对，所以要用一个桥接管，盖这里好了。对，让它优先跑过去，然后这边塞就之后才出来供给这边。那这个氧气温度也是蛮高温的，50几度C，不过它会经过这颗冰树就没差了，对，反正这边上来一定会经过冰树。哇，怎么树鼠会在这一层疯狂在翻我的箱子啊，不管它了，等一下要把它抓上去了。然后这边拆掉了，我们把这里改成用那个舒适床。这样子盖的话其实会多了一间房间呢，我们现在六个人口，看来是要我加到八个人口了，是不是？如果要对称的话的确是多了一间好好好，到时候再加，有好的再慢慢加啦。感觉中间可以放装饰，我们床放两侧好了，对，这样子对称一下 OK。 然后门 OK， 这样我就可以把中间那个床给拆掉啊，先等它盖完了。然后想一想，餐厅的部分应该也会再搬到上面啦，因为我之前设计的那个就是厨房在这一层，然后上面这层是餐厅这样子。不过短时间我们也不会做那个永久保鲜，所以餐厅的部分我们都先不动，先让它其实可能也要移动一下，因为这些东西也会要搬。我没关系，我先把这个盖出来先，这里的话先拆掉。来，这边我们先设计这个厨房的部分哦，到时候这里是那个放食物的，对，那应该先不用盖这个了，不过我先分配蓝图出来，这样子好看一点。之后呢，这边会有一条梯子，对，这条梯子是为了拿这一格的食物用的，
这个食物到时候是放那个煮过一次的食物，然后会有一个手臂，手臂会这个手臂会接触到两个，因为这个手臂是供给瓦斯炉的，瓦斯炉它会需要用到煮过跟没煮过，这个是没有煮过，这个是煮过一次，然后供给这边 ，OK， 然后这里是一个电烤炉，这个电烤炉会用这个手臂供。那因为电烤炉它只需要生食材啊，所以煮过一次的食物就不能让它接触了，就只需要生食材供应就好了。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个打胆器，然后还会有一个食物的压鸡翅，就是这个犁高机啦。那同样也是会用这个去做一个供应。就这边我们会放一个果汁机，果汁机包研究了没有？我看一下。果汁机哦，有这里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平台的盖法是不能镜像的，就是这个果汁机不能搬到这里，因为它判定的格子，这个果汁机啊，它是三格，三乘三，对耶，它三乘三的，所以判定的格子是这一格，所以可能也是可以放这边的，镜像的话可能会好看一点啦，因为瓦斯炉跟这个榨汁机有一个空缺的位置，还是我们把它放到啊？好，对，不行，因为这个手臂会挡到。对，所以我们要镜像一下吗？感觉镜像一下会蛮好看的，因为那个果汁机会有一个有侧向一边呢、啊。对，明明是三个，可是它会侧一边。可是如果到时候不行就惨了，应该不会吧？等一下，对，是在这边，应该是不会有问题。好，我们就放这里好了。然后那这边就不需要梯子了。可是那时候为什么我会特别放那边呢？难道是制高机的部分？制高机是两个。不对啊，制高机是一定接触得到的，对，没问题，因为制高机的手臂是这个位置，所以它一定接触得到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那就跟我之前影片那个只是镜像而已啦。好，那这边到时候还会放那些装载机，然后发那个，然后上面这边是那个排放口，可是目前我们还用不到，就先不盖了。那这个平台我们就留来放那个冰箱，把冰箱给搬上来先，对，就先放到这里了。 OK， 就先把这个雏形盖出来了，主要是我要确定这个天然气的管线，对，因为不想以后又要拆这条管线了，会很麻烦了，拆管线又跑出一堆天然气，那我们这里就可以拉起来了。天然气的话可能就我想生活区底层还会在底下去吗？好像还有机会在底下一层呢、啊、我们就干脆这边进吧，这里进去会有点辛苦，我们不要还是从里面挖好了，就从外面挖的话绿气跑进去也没差，就是算了不管了，这边等它挖一下，然后我们把管线从这里接，对，从这里接 ，OK， 要给他一个桥接管优先供应。我这边用桥接管 ，OK。那我们瓦斯炉的部分都处理好了。哇，然后电力应该要多分一条过来了。可是我这边都塞满了东西。哎呀，先放这里了。到时候这个拆掉的时候就会空出来了。先放这里，然后稍微这样子拉一下就好了嘛。OK， 等它先盖完这里的吧。先盖完这里的，我们要把那个厨房的冰箱给拆掉了，不然现在这样子盖起来的话，会有四台冰箱在插电。这个啦，直接搬过去了。OK。这边先拆掉了，不然太浪费电力。那这里餐桌就可以对称了。
那我把这个冰箱留着好了，把这个食物搬过来这里，就拆掉这个冰箱。电话的话，干脆盖个四台，反正他们都是同时间休息。哎，可是看一下，盖四台也没用啊，没关系的，随便拿，加二就加二，至少加二了。嗯 ，OK， 虽然没有那个隔着太空的小人，可是没关系哦，没关系，到时候二星就好了啦。二星这边如果有小人过来的时候，给他一台，这样子就是至少有一个人在外太空，就会有拿到一个加四的士气了。OK， 那这边就没问题了。嗯。啊，不过现在食物会变成从上面这里拿。啊，这边要一个反砸。好、啊。哎、欸，是吗？等一下。啊，对对对，这是煮过的食物。啊，那肉不要放这里。煮过的食物，哎、欸，我没有放这个、欸，哎，所以之前烤的都丢在地上吗？哦，放在这里了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OK，OK、OK, OK。那餐厅的部分就完成了，房间的部分也完成了。这是谁在数？来，你来这间。这边还有一间空房哦，就等那个新人啦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处理那个……哦，这边还在盖。这边。这边的话，其实我想了一下，就是，喂，死掉了。这里它还差5度 C 啦，那我试一下也把上面的东西给打扫了，不然它上面的东西也会影响温度了，所以全部扫回家。家里面这边直接降到超低温的，这里的那个四十也快不能用了，对，到时候要拆掉了。反正这层降温也没差，因为我们底下这边是。比较高温的一层，然后很好的去抵掉那个温度了。那所以我们那个40度快没的话，这边要赶紧种一种，我们就会开始煮那个血脉了。那这里的话，我是想，因为这里要升温的话很难哦，对，所以我这边要先把它隔热起来，嗯，先隔起来，然后可能就。看一下啊，这个东西也没办法烧了，粘土没那么多了，还是我挖一点粘土啊。嗯，我们就丢一台过去烧，对，放在这里给它烧。好了，这样，可是这样我们要去挖一点的粘土回来了，粘土用完了。OK， 这里挖就好了，然后拿过去给它烧。不过烧之前要先把这里隔起来，对，这边一定要先隔起来，不然它加温的区块太大了，这里太难加了。底下这里也是，至少要把这里补一层隔热砖啊，这个有点麻烦呢。这样我要先往底下挖一层。这样的话啊，那这样子好了。OK， 嗯，然后上面这边就直接补一层这个就好啊，刚好对称这样子啊，有刚好对称。OK， 这跟这边底下这层对称了。哎呀，算了，直接把它盖好了。OK。直接把它盖好，好，那这样子，这里就可以盖这个来升温了，或是盖这个也行啦，这个就没那么麻烦了，用电力解决问题了。我看一下哦，其实盖哪个都没差，它都不会过热。好，好了，中间这边放这个了，啊，不过这个要拉电线。嗯，给他接一下。那底下这里好了吗？啊，
因为我刚刚优先调低了，来先把这个盖好。这样子我们现在能煮的其实也没有很多哎，这个可以啦。哎，可是我们有鱼排吗？我们没有洋鱼哦，我们没有洋鱼。哎，哦，还有一些野生的鱼啦。之后再想鱼养在哪里。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水库哦，可是还是会养鱼的，因为现在养鱼可以用那个种子去养了，比以前方便很多。嗯，不过到时候再想养个一些来供应，然后其他好像都没办法煮了。哦，这个要种刺夸才可以了。嗯，那这血脉，不过胡椒还没有收成，还有一半。对，还有一半左右。哦，这个82了，所以差不多可以煮，应该打开也没差吧。反正我们胡椒它种的那么慢，它不至于把血脉煮完吧。真的煮完也可以野外收成。对，好，没差，直接打开了。这边有一些野外的那个胡椒啦，我算了，不要收成，我怕胡椒一时间太多没有留下血脉的种子。对，我们血脉种子要留在这边。哇，这里也没办法种太多就是了。来，新人，供应建造障碍，加7再减3也是很高的咧。装饰供应，不要了。我们也要点那个呢，小人的养动物的部分。我看看，有没有士气比较低的。哎，你吗？你是煮食物的呢。你呢？你士气怎么这么少啊？好，没关系，都给你了。等一下应该找点办法升一下士气。OK， 这样子我们才能捕抓那个动物。放牧优先，这样子变成，来这个调第一个。好，那素素这边带进来，也要先啊，这样子这一层带不进来哦，这一层先不管了。而且这边没办法种，这里可以种，有点不是，这样子有算对称吗？算了，算了算了，先不管了。外面这层也可以盖那个啦，隔热砖了，到时候对，隔热砖隔起来，这样子，到时候放手臂发送机，也可以把它完全密封，让那个血脉野外掉落就好了。自然掉落，对，自然掉落。OK， 这边好了，天然气有了，有进去了，那边就可以开始煮了。底下完成了，接下来是这边了。环境的温度其实也没有哎，也没有，也是缺那个5度C，所以还是得要用这个烧一下。来吧，这里开烧这个桃子啦，然后这边也快好了。看一下哦，我们要从这里开始种，从这边种，从右种到左，然后再从上种到下，所以这里我们要先放树薯了。来，先放这里，然后这边给那个门。反正现在温度不行也没关系啦，那时候它会慢慢升温啦。之后把我看一下，这样 ，OK， 有点贴近门口的这样子，这一个，这样子 ，OK， 空的这些格子就是给素食去种血脉的地方了。对，看，最好还是不要把它盖起来了，不过，如果他们很闲的话，应该会还是会跑过来盖，就是啊，这里还差一个冰箱了，要给他翻那个种子啊。
干你妹一点好了，在这里。OK， 那叔叔这回带过来了。叔叔，叔叔，叔叔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大只的呢？哦，这里。OK，OK。来吧，来吧，抓个两只啦！哎呀，全部抓过来了。我多少？全部抓过。不过那边密闭空间会让他们不生蛋，我也没差，也没差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是想错了啊！这个还是要盖的吼。那这边应该是这样子啊，对对对，应该是这样子。然后给他种完这一个，再取消这一个，这样。嗯，所以还是真的要，也不用盖了，也不用盖了。不过会把这里梯子给拉满了。对 ，OK OK OK， 有抓了吗？有了，优先供应过来吧。他好像抓太多只哦，有没有人来打包一下？打包？哦，打包那个算是什么工作啊？搬运动物放牧、欸？对，就只能放牧的小人搬，或者是其他蛮玩的小人才会过来搬吧。OK， 来这个可用的。应该带个20颗就好了吧。OK， 然后这边不要盖了，拜托，不要盖，不要盖。哎呀，这个先不分配了，这边已经有一些盖了起来了。等一下那个血脉送进来之后，这边锁起来，不要让小人进来就好了。对，到时候就是血脉送好之后再分配梯子。这没问题了。嗯，这边好像有稍微升到一些了啦。我这两台是怎样？没有人送资源呢？我没有供应小人吗？有的啦，可是有那么多供应要做吗？啊，不过刚建造，刚刚建造在那个。忙，所以应该也是会供应。哦，烧出来的陶瓷好高温哦。深渊水晶会不会中啊？惨了，突然间想到，大概不会不中深渊水晶的那一个吧？啊啊，他现在是不是不开心所以不中？看我要抓起来。OK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这样子就可以了耶。这边就没有，没有那个了、哦，啊不，没关系啦，这两只，他们也没有咬。等一下。这边也没植物啊，嗯，问题出在哪里？哦，是温度不适合它？嗯，不对啊，这个温度是适合的、啊，还是说这两个东西有影响到？我猜是因为这两个东西。有了，它有中了，所以是那个了，放置点、放生点跟那个。跟那个冰箱会挡到，对。哎呀，早知道那两只也留在这边呢、啊。这边真的很随缘的，等他们走。我没关系，反正这边也在加温。哦，这边还是有点低哦。
死掉了。等一下，他是太冷了吗？啊，这两只没有身体温，可是这一只有降，原因是踩到这些冰块。存活放也吹去到负30呢，所以应该是老死吧，应该是老死。这个好像不会中，看来生水晶要换一下，用这个就好了吧。这边好像也要补一层了。啊！不要跑走！哎呦，烦哦！好，真怕你不回来。感觉是因为这个土壤太低温了，然后大家都站在这个站在这个狗热症上面呢。不过它本体还是降温哦。对，这是降到 7.5。不过负30应该蛮久的了，没关系。OK， 这样子会中了吧？有了，深渊水已经不中了。OK， 那我这边就可以了。这个盐会不会中？哦，好累哦，中这个，好花时间。哎呦，有中 ，OK， 来下一颗，超花时间的哦。哦，这个反应蛮快，来继续。哇，他们中完这三层，那个体温都不知道降到多少了。这叔叔被他逃走了，我们目前没办法养这一只，要去到那个乔木星把乔木带回来才可以养啊。不过蛮快刷的话，其实也不太会缺就是了。特别种完东西之后，他们就没价值了。赶快啊！污染冰会种啊！污染冰冰原上面有蛮多都在污染冰上。是吗？哦，是啊。突然间怀疑。有了啊！OK， 我没有打算要用最糟的，可是它就刚好。哦，这一层应该好了啦。果然这个还是快一点，这个要手一直送那个资源，好久啊！拆掉。哦，这边这一层也好了，这边还缺一点点，不过不是大问题了，把它放到这里了。上面这边，哦，这一层应该加得到 ，OK。啊，中了，这边中了一颗而已，好像就只有这一个，对，这一个是中了两颗。OK， 再快了点时间了，这一层种完了。那底下这边还缺那个温度啦，应该短时间还是要再加温一下。对，这边也是，那就先不种了这里。或者是我试一下，让它跑一跑之后再那个吧，反正都是一样的盖法啦，把这个东西搬到这一层，然后一层一层让它种。那这里一定要隔开四个。虽然血脉它只有两个高，可是因为树鼠它的侦测范围是五格这样子。对，那它这边五格，然后这边是四格吧，还是五格？好像上是五，然后下是六这样子。对，这边是五，然后这边是六。
所以他这边侦测到这里已经有两颗植物了，所以他在这边这个只会再种第三颗，不会种超过那个四颗的植物啊，不会种超过三颗的植物啦，所以一定要从上往下种。那这边也不能隔得太近，一定要四格以上，这样子都会一路种下去哦。到时候这边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颗血脉就可以一个小人吧。那再加上加工之后食物的饱食度会增加，所以理论上还可以更多，所以就一个小人、两个小人、三个小人、四个小人，至少有四个小人的量。然后我们的其他食物还有，所以没问题的。我是一个救他一下，我是一个多元食物的玩家了。OK， 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就先不搞了，今天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影片请帮忙按个赞，有想看最新的更多这款游戏就记得订阅。我是小月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